地方，我如果去推它的话，它是因为香米比较重，它香米比较重的，如果力气够大的话，它是就翻不起来，对不对？这就像不倒翁，你看哦，我这边推的再大力，它也是都不会动。但因为呢，我现在比较重的地方在上面，这样子推它，同时它有一条轨道可以动，对不对？再找，它有一个很像车子的轮子。它是很难动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为什么直木牌它可以呢又翻又转，然后呢又可以像直木牌一样呢，也可以像直木牌一样往下推。你看哦，如果现在给它两个直木牌，哦，推它，哦，比较重的上面，你看哦，然后等一下，推它，让它快点上去，好吧。